是依依，今天呢是一个勇敢的依依，选了一个想象。选好英雄之后，我们最好可以检查一下出装铭文，看一下对面的阵容。首先是妲己、老夫子、孙膑、小乔，还有韩信。所以首先我们可以买一个法术防御的衣服。来到线上，我们对线的是妲己，先吃一些小兵还有河蟹，增长一下经济。这把是一个钻石局的匹配排位赛，队友应该都是双排。没事，勇敢依依，困难，我们单排怎么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目标是干翻对面。你看这个妲己，他这不就没了吗？然后我们要出一个防空的鞋子。哎嘿，这个小乔来抓我，来带了个辅助。不行不行，先躲一下。这个雪宝压压惊，想想有点太为难了呀。对面为什么没有选射手呢？这样打的，哎呀，我都觉得太难受了。韩信跑得太快，算了算了，追不上追不上，放他一马，又没完了。哎呀，这个韩信有点不死心呐、第一次放他一马，这次就不可能了。这个妲己也得没蓝了，回个家补个状态吧。看见没，草丛里面有人躲我呢。打完了，这可不能怪我，自己在那非要躲我来。反倒自己没了吧，本来想来这儿蹲个红的，结果发现个小乔，完了，他没了。打个红 buff 双带带，这个韩信他又来了，追不上追不上，算了，回头抓着个妲己，我们去草丛抓个韩信玩玩。然后我们隔墙打个小乔，他要没了。于上路清一波兵线，再回来揍他们。小乔又没了，哎嘿，这个老夫子抓我呢，搁这，完了。哎呀，没办法没办法，打个野怪红爸爸回个血。唉，大爷不给呀。没事，我们回自己家拿个红。三只小猪，然后就是红 buff， 最后是小鸟。刚好队友一起打了个龙，把兵线清一下，然后团一。应该对面高地就没了吧，先把下路兵线清一下，然后小地图显示队友在打团，我们过去支援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为了快速支援，有隔墙打韩信，然后这个蓝就是我的了，最后来下路再清一下兵线，然后推上高地准备一波了。嘿嘿，这一局我们勇敢依依可是一次都没有死哦。赢了赢了，打完睡觉去了，拜拜，晚安啦。嗨，我是依依，今天我选的是个小乔，首先依然是。下对面的阵容有
孙尚香、杜娜、刘晨、吕布啊，还有孙膑，我们来到中路，对面辅助跟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萎缩一点。清完兵线呢，要去上路支援一下。这时我们看到我们的军营被吕布拿掉了一些，所以我们抓下吕布，干掉吕布。回中路的途中，看到露娜正在打我们的蓝 buff， 我们这时给他一扇子吓唬他一下，本想回头就走的，结果运营过来了，我们就闪现过去把露娜干掉，这波简直赚翻了，一个人头还有红蓝 buff。 这下我们回到中路，清下兵线之后，来到下路吓一吓对面的想象，然后找机会抓一下对面射手和辅助，把孙膑干掉之后，想象差一点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回到中路清我们的兵线。这时呢，把貂蝉打得残血之后，回头看到草丛里面有个露娜，我们躲一下，躲一下之后呢，看到我们的韩信刚好过来了。就帮忙抓一下露娜，哎，走位走位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小地图，看到吕布又在欺负我们的运营了，我们从背后支援他一下，预判一下他的走位，就没有干掉，没有关系。这时貂蝉刚好过来了，哎，完了，我被抓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。回头看到露娜在打我们下路塔，结果被辅助和射手干掉了，我又没了。复活之后当然要先去报仇了，趁机把辅助干掉，然后又随机抓了个貂蝉，接着我们上路抓一下吕布。这时我们把技能放在他的圈中间，他就没了。这时我们要帮队友抓一下，这时正在中路清兵，露娜过来了，我们迂回一下之后转身给他一扇子，他就没了，也去开团了。我们上去给个大招，然后队友说辅助不跟团，因此引起了一些争执。迂回一下补个状态之后翻身干，再抓一个吕布。这时我们辅助复活了，然后他也没了，接下来我也要没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队友就没有办法，我们就沉默吧。接下来这最后一波是本局我打的最难受的一波了，哎，一堆人打我一个人，哎呀，难受至极。然后游戏就这么结束了，输了。大家喜欢玩什么位置呢？可以在弹幕区告诉依依哦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公主们都要参加什么活动呢？今天呢，公主们要在城堡里的庭院里面品尝下午茶，餐台上有散发着清香的红茶，还摆放着许多蛋糕。公主们穿着美丽的礼服，赏着花，悠闲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。今天依然是我们的三位公主，有双胞胎公主格雷亚和爱丽丝，还有他们的好朋友安娜公主。我们为他们三个公主挑选下午茶的礼服吧。我们下面要为格雷亚公主挑选衣服啦。她的性格呢，端庄娴熟，相对来说比较温柔一些。那么我为她挑
选了一套粉色和黄色渐变的一个礼服。这套礼服的中间呢，有一个大大的波点蝴蝶结的样式，显得会更温柔一些。这个怎么样呢？是他的眼睛特别的漂亮，对吗？这个和下午茶的主题。